Number four, number three, number two, number one. Shall I take?大家好，我是小仙爱唱歌。十月二十日将准备开设为期三天的免费公开指导课，我亲自来服务大家哟。快把你们 K 歌里面的歌曲发给我吧，由我亲自去听，亲自点评，亲自去服务大家，给大家更多的专业性指导。报名路径有两个，一个是在评论区打上我要报名，还有一个是私信我，我要报名。快来报名吧！今天我们要带来的歌曲是《康美之恋》的第一小段跟第二小段来唱一遍，然后呢还有后面的那个明月清风相思这个高潮部位呢它稍微难一点，这个我们放在明天教，我们先把这个前面两小段来整体唱一遍啊。对，我们来一起唱，打开所有的腹部，深呼吸，打开口腔，甩出去你的哼鸣带一点啊，你感觉声音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啊。预备走。一条路海角天涯，两个心相依相伴，风吹不走誓言，雨打不是浪漫，一起在山谷里等清浅天下细雨雨冷。后面走。一条路千山万水，两颗心相依相伴，风吹不走誓言，雨打不是浪漫，一起藏身苦与痛，倾尽天下细雨冷。开始之前我们要打开我们的一个腔体口腔，那么今天呢我们带上一个哼腔，还有呢我们的一个气息。气息是什么呢？就是深呼吸。深呼吸怎么样能找到深呼吸呢？就是闻花香是最能体现把深呼吸吸到我们腹部这一块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呢今天呢我们只是带一点点哼腔在里面了，但是今天同样的啊，我们也是一个字一个字教学，一句一句的教。什么是哼腔？有一句话叫做，就是我们唱歌呢是位置高挂，就是我们唱歌的时候呢位置一定要高挂。好，那位置高挂是怎么做的哈？像小孩子生气，高挂呢哼鸣呢是在这个地方，哼哼哼，就是这样生气从这个地方出来，那我们声音呢就从这个地方出来。还有一种呢就是猫叫，喵喵，猫叫呢也会用到这一块。所以朋友们呢我们可以去找一下这个地方的位置啊，今天我们可以去试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第一句正式教学。好，第一句，一条路海角天涯，一条，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把声音往这里走一点，一条甩出来，这种甩出来，路海角天涯，嘴，我们的口腔其实也是打开来的哈，这一块呢也是用上了的。你看我在一个字一个字读的时候呢，这一块呢是用上了的，就是往外，一条甩出来，路海角天涯，然后我们整体的把它说一遍，一条路海角天涯，听一下音准。后面是两颗心相依相伴，甩出来，两颗心相依相伴，你甩的时候呢这里是加上了你的一个这里的腔体啊，两颗心相依相伴，这保持外扩，还有这里打开，这里甩出来啊，听一下音准。两颗心，两颗心相依相伴，我们把那个一条路海角天涯，两颗心相依相伴来强化一下，所有的状态，腹部这一块，口腔，包括我们甩出来这一块的哼腔啊，头腔，预备走。一条路海角天涯，两
心像一箱板。后面，风吹不走誓言，风吹不走誓言，听一下音准。风吹不走誓言，风吹不走誓言，雨打不湿浪漫，一样的，同时把每个字甩出来，雨打不湿浪漫，雨打不湿浪漫，听一下。哒哒嘞嘞哒啦嗦，雨打不湿浪漫呗，唱词啊。雨打不湿浪漫，意寄苍生苦与痛，意寄苍生苦与痛。好，听一下音准啊。一记苍生，一记苍生苦与痛，情牵天下喜与乐，情牵天下喜与乐，听一下音准啊，情牵天下喜与乐。预备，今天天下喜与乐。好，后面我们把这个整体来复习一下：风吹不走誓言，雨打不湿浪漫，意寄苍生苦与痛，情牵天下喜与乐。我们来整体来唱一下啊，从那个。一记苍生苦与痛，情牵天下喜与乐。念这一小半部分，就是一条路千山万水，两颗心无怨无悔这一块呢，跟前面我们教的那小半部分是差不多，是一样的音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，在这一块的速度会教的快一点。好，一条路千山万水，听一下音准啊，强化一下。嗦啦嗦啦。好，唱一下啊。一条路千山万水，后面是两颗心无怨无悔，听一下音准。咪嗦啦嗦啦咪咪哆来，两颗心，预备走。两颗心无怨无悔，后面是风吹不走誓言，好，风吹不走，风吹不走誓言，雨打不湿浪漫，听一下音准。拉哆来来哆拉嗦，一大背走，所有状态带上啊。雨打不湿浪漫，一记苍生苦与痛，咪来咪哆拉嗦嗦，一记苍生，一记苍生苦与痛，后面是情牵天下喜与乐，这里跟前面的那一个情牵天下喜与乐有一点点不同。七啦嗦啦嗦啦啦哆来，这里呢稍微往高音走啦，这里是情牵天下，我们唱一下。情牵天下喜与乐，好，这里是这样唱的。好，我们把那个前面的第一小段跟第二小段来唱一遍，然后呢还有后面的那个明月清风相思这个高潮部位呢，它稍微难一点，这个我们放在明天教，我们先把这个前面两小段来整体唱一遍啊。对，我们来一起唱，打开所有的腹部，深呼吸，打开口腔，甩出去你的哼鸣带一点啊，你感觉声音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啊。预备走。一条路海角天涯，两颗心像一相伴，风吹不走誓言，雨打不湿浪漫，一起苍生苦与痛，情牵
前天下细雨，雨了后面走，一条路千山万水，两颗心相依相伴，风吹不走是夜里的不是浪漫，一记苍生苦与痛，今天天下细雨了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康美之恋的教学，希望你们有收获，记得点赞关注评论，如果还没有关注的朋友一定记得点赞关注哦，因为你关注了之后呢，我所有的视频它都会推送给你，你能学，你觉得我教的很好的话一定要点关注，好不好？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